下一位参赛者拣嚟嘅歌曲系秋意浓。啊，1981年我女儿出生，我就买了一架那个录影机，就是为了拍她出生。那么那些现在7、8岁的啊，他们也能够看到我们这些世代的，哇，大家都笑了，一直笑，因为看到我们那个年轻的样子，每个都笑起来了。因为热爱记录，嚟自新加坡嘅傅开成用佢对生活嘅触觉，开展半生嘅摄影生涯。2015年的时候，我就将这个生意交给儿子。他们这些年轻的一代，他们的 idea 是不一样的。他们的感觉可能只是曾经拥有，我们以前是拍下来就是一直要留下来的，永久性的。比如说拍一场婚礼来讲啊，他们做的时候是很短很短的片，没有讲到这个sequence，就跳来跳去了。我们呢比较老套，比较经典的，我们是要实录，所以我不敢介入太多。退休之后，开成开始了他的第二人生。10多年来，每个星期2、3天到海边游泳，我也顺便借这个机会在那边练声。中年好声音，其实我对自己的期望不高了，能够走这样近20强已经很满足了，只要不要再当场出丑就好了。开成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前辈你好。呀，我名叫傅开成，今年74岁，来自新加坡。74岁的参赛者，喂，俾大你啲掌声啊，大佬！谢谢。你现在退休了？我是2015年就退休了，我是位摄影师。他是一位第一代的攝影師來的，他學攝影是為什麼呢？因為他想當時捕捉他的女兒的一些片段，就是跟你的女兒拍照，就是是的。1979年新加坡應該是第一台攝像機，我為了這個錄製我女兒出世，我就買
1979年，五十多年了。哇，好犀利啊！你本身是讲国语的，为什么你唱的国语我听不到？我听得懂啊！你噶啦，你悭啲啊你！哎呀，好厉害啊！你悭啲使啦你！我好悭噶啦！真的，你第一句你先清唱一句好不好？秋意浓，哦，离人心上秋意浓，哦 ，OK。我是4天前就出状况了，哦，所以现在还在吃药，所以明白。我觉得其实你的唱歌的味道很好，如果你选那个，比如说。50、60年代的那个国语歌曲，我觉得比那个邱意浓应该更好。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假音很美，所以他想唱那种，因为旧的歌曲就没有那个。我就喜欢发挥假音的，对，所以我还唱那个乡里的乐，嗯，爱很简单哦，好 update 啊！不要小看我们老人家，我们也很in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谢谢你参加我们那个中年好声音，真的谢谢你，谢谢开诚，祝你身体健康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在其他的舞台再见，好吗？好，谢谢您。各位 YouTube 的观众朋友，我是吴子密，我是张景顺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 TVB 精选剧集精华。还有英国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最新新出了一条专门为你们而设的 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， 将今年最精彩的剧集带给你们，记得 subscribe 啊。